梁皓这一坏球，这球捞起来打在了中右外野之间，两个外野手追过去，最后这一球曾颂文没能接到，这是一支长打，陈敏杰绕过二垒之后要往三垒走，哇，三垒安打。龙队在一出局之后，靠着陈品杰的三垒安打攻占到得分大门口。哇，打击状态真的很好啊！其实这个在低的位置打到右半边右外野，那带得更远。变化球被陈品杰咬中，所以还是要专注在进垒位置。滑球对左打者在这样的进垒位置，在靠近中间呢、啊。对，左打进场内，于谦碰到球，哇！结果让江坤宇没办法拦到这一球啊，变成了一个穿越球。三垒上陈品杰回来得分，龙队在二局上半先取得点。嗯，这是一支安打。对，经由于谦碰到球之后，改变路径啊，形成哇，形成一支。如果于谦自己能拦住的话，这一分是不会回来的。嗯，我觉得于谦接球是有机会，所以他来接去抢这一颗球，我觉得很 OK 啊。是，差别就是很可惜没有接近手套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加入频道会员，每个月只要75块就可以看到更多香喷喷的内容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